大家好，周末我刚刚完成了 FaceTime 的云拍摄，跟之前不同的是我这一次呢使用了相机，客户呢他用的是 iPhone 7的后置镜头，所以无论你在哪，只要你有网络脚架还有一台后置镜头拍摄画质不错的手机，那么你就可以预约时间进行各种云拍摄咯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们看花絮。头发捞起来一点点OK， 就这样趴在你肩上。好，可以把头靠近一点。是不是很方便啊？有没有感觉我随时都可以在你身边，但是又没有打扰到你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方式，那就赶紧预约吧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